Hello，好。签三遍。我的那个支架忘记带了，在我的包里面。我到时候去拿我的包。在哪呀？要不我去给你拿。就在那个，好远。你刚刚找多了。在化妆间吗？嗯，真远啊。1000多，快2000，现在只有700多。来帮我扶着。我帮我对着，对着。你是在直播吗？对，因为我那个短剧要求今天要直播的。下次把老吉也带来。好。运动。Hello。我不会。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好嘞。还有一把，是我，是嘉悦，我里面有东西啊，笑死我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删起来了，你们小心。我知道是我，我在给小腹换了一下，那我去拿一下我的那支架，我去给你拿吧，在哪放呀？我就直接过去吧，走吧。那也行，那走吧，走吧，我给你去吧。我去拿灯。你在哪？在咖啡厅那边吗？嗯。向威先去暖和一下。好。抽搐了刚才。结果我获得了最多的拍立得。拿一下我的支架哦。在这里，等一下啊！啊，我自己撞到头了，你小心啊！等一下，我再给你垫个尺吧。哎，这里可以。哦，也行。坐那个椅子，凳子。那地方那个太高了啊！我跟你讲一下，我是把这个放在这儿。哦、，Hello， Hello， 嗨嗨，我们在参加活动，我就觉得快手的美颜好重，你看，哦，好看，好看的，没事，好看就行，好吧。明天开学了，套娃直播。怎么给它关掉一下？Hello， 有点不太会弄快手这个，怎么给它调低一点？下午好。
谢谢醒1122。啊，我们是我是五点半直播的吧？是吗？四舍五入是五点半。嗯。在干什么，妹妹？我在直播。对，哎呀，擦过了，您看看。我有一个直播的任务。你要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。你就在这里吧，这里吧。啊，那你就在这吧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哇哦！有事喊我啊，我去再去拍点。嗯。他，哎，有没有连麦呀？你是说要跟我连麦吗？那个仙侠 DNA 不是说要连麦吗？还有吉吉上了吗？不知道哎。啊，现在就你们？对啊。等一下我去看一眼。你帮我看一下他们上了没有？哦，帮我看一下，是五点半吧？我不会记错了吧？是五点半呀，五点半到六点。我靠，现在是3:42。哎呀，我看错了，你看错时间了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错时间了，太搞笑了。我就说我这么着急，原来看错时间了。那我等到五点半再来吧。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看错时间了，尴尬。到时候回头人家五点半，五点半。我就说今天五点半怎么天这么亮呢？哎，怎么退出啊？我就是那种笨蛋美女嘛，笨蛋帅哥，在哪里啊？怎么关啊？啊，退出直播间不就好了吗？是这个吗？点圈呀、啊，直接点圈啊。这个。要拿一会儿，等一下我再过来拿。没事，我跟着你。反转一下镜头。我怎么打字没听到你声音 ？Sorry。哎，你房间有个灯，你把它拿一下。待会要连麦的时候就帮我连一下。好的 ，OK。这个怎么讲？喂，好远呀！我在想能不能五到八个人一组，然后一起走过去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挤不进去。对，他们站一下。好的。你说黑司机手不要往大漠飞，我知道。来吧，能放大不能啊？吉吉没在，吉吉没在，带着我的红包呗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壮观。哎哎，多少人啊？然后这边还有多少人？这不是盛维的直播间吗？对啊，那他要拍这个吗？不是，帮他代理主持一下。哪里看连麦呀、啊？我不会看哎。什么？没事，他们是有一个短剧要连麦吗？今天？连麦道理说应该有提示的呀，他们连过来。哦，那等他连过来再说吧，应该还没来呢。你在拍什么呀，大华？对对对，魏总今天在这里选妃啊！边上的妹妹都是魏总的。反正你走下来就能看到了。这个无人机在拍什么？不知道。
怎么了？啊，那边还没开吗？其实大家都让开，在这边飞个穿越机，唰，下面飞过，唰。那边开播了吗？哇、哦！你们帮忙看一下那个三生花那边开了吗？喂，哎，我也想拍一点。甩起来，魏总，甩起来！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这个烟花不是冷焰是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哦，帅哥，你挡到我的镜头了，是不是那种烫的？啊，没事，我说前面，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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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好难呀啊！我看那边这么黑啊！等一下，是的，光是挺好看的。下开眼睛，完了，开完了。开播了吗？三生花那边播了吗？打连呀！你先对战，不会呀、啊。谁去那边说一声，让他连过来好了。这边这个直播助手有点经验不太足。没有是吗？是今天吧？还没开呢，你们去催一下他呗。等一下，魏总去拿烟花了，马上来，马上来啊！我看一眼，我也看，人太多了，我也看不到魏总在哪。真不愧是你。啊、哦，在这儿。帮我录一下。不录了。这边墙挡住了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天哪，导演。啊？我感觉还是。那边还没播吗？那不管他们了啊。给我拍。好吧，哇，好难呀！挺好看的，我先走了。看我们万茜老师，对，我是说后面看到他就觉得万茜过来了。等一下，他们都在听，都是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也挺上的，你的扇子呢？拿着扇子一边摇一边走过。哇，好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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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来。三生花不是说连麦吗？三生花上了吗？没有，他们那边还没播呢，是今天吗？他们还在忙啊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去，还是小老师。据说他们还在堵车，听见了吗？没有默默，默默不在哦。不知道羡慕谁，就羡慕我好了。哎呀，小朋友要好好学习，后天就开学了，作业写完了吗？我的线下 DNA 就是个大鸽子，有艾野，艾野在后面好像。
我这个不容易，这个美颜有点小小的过头了。是我，这可真揍他！哇哦，大家都分享了，上去吗？就我也想去混一个。妈呀，这种。这种群像，这不流量就来了。接龙款。吉吉好像在堵车，他们那边还没有那个什么，还在忙，所以说还没连。秦老师，包交给你了。你怎么会这样的？我刚才都想交，我刚才都想交给他，他没好意思。谢谢秦老师，麻烦您了。还不到，还好，秦老师还好一点。又来呀、啊！你过不去是吗？欢迎一下，欢迎一下，跳到上面。仙侠播了吗？那个 DNA 跟吉吉上线了吗？上线的话，你跟他们讲一下，让他连一下我们吧。我们这里有些些的忙，哪里有月亮？转移话题不是这么聊。我也想站一下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你有福啊，你今天过不来了，你。呀！小心！道具掉了。那我是不是能站往前站一站？大壮老师，你站吗？你要不站的话，让我浅站一下。这群人干什么？你可以浅站一下。我已经挤进来了，哈哈。开播了是吗？你让他连我们好了，你让他们连我们一下。哎呦，我出去一下。哦，好，你来吧。还有吗？我们这个叫摄影，他们又下了是吗？你要看一下吗？转回来。我要那。回头给他鼓掌一下。看一下消息嘞。但是 Hello， 连上了是吗？他没有连麦呀。那他们真的还没连？好彪炳啊！直接你直播吧，直播吧，是吧？还在播着呢，在播着，给大家直播走一圈，直播走一圈，这样吗？喜欢哪一款？喜欢扣一，不喜欢的扣一，扣在。喜欢的扣一，不喜欢的扣一，小心啊！直播间内容，魏总带大家走。啊，好可爱！你怎么了呀？观众连吗？魏总让一张，魏总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哎，那怎么一排一排的，一个接一个呀？哎呀，他这个有没有连麦呀？你会连吗？我不太会呀。吉吉来了吗？他们还没播，还没有来啊？对，都还没上，他们都还没上。他开播了，播了吗？开播了，但还没有来。我建议魏总往前往往。好的，一二二二，他也在看直播。你好，选呗，我选呗。那个叫什么吃宝？小富吃宝，宝梅，这位盘，你又来了。他这里，他这里。
Hello， 嗨，我在群里，我好懂。不安全，不安全，让俩开灯光。对呀，那是妈呀，我的妈呀，他砍的头有什么好看？有危险，有危险！哇，我把我们俩妹妹一陪。好爷爷来上去了。往左走，往左走，那个他们要走动的感觉。往左走，往左走。我在参加活动。哎呀，他。但是他们不是说五点半开始连麦吗？女生整体往左边走个十米远，我们要一个走动的感觉。头上那边往左边走。你拿着吧，我在这儿，待会儿帮我连一下。好的。海岛不会连麦，要点这个连麦，这个连麦对战吗？还是什么呀？笑死了，你们彼此都不会连。右下角，右下角。更多是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后面没有水，没有哎，没有吗？哎，接受邀请，哎，来了，等一下啊，等稍等啊，我在室外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看烟花，我给你们看美女，快来，我给你们看美女。好呀好呀，看美女，过来呀，太丑了，看美女，魏总，我也好丑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这么多美女。对呀、啊。走了。你今天是帅哥啊？对呀、啊。走过来，待会往那边走。哎，今天那个叫什么？那个 DNA 不是说要跟我们仙侠 DNA 要跟我们连麦吗？啊，是啊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是可以三个人连吗、啊？不知道啊，可以三个人连吗？可以吧？我看看，我邀请他们。那我从这边开始点了。是啊。不支持再次发起啊！他们要点烟花了，我也躲一下吧。注意安全。我躲一下吧。点过去吗？都从这边躲过去了。好，到这边来吧。他们在点烟花。啊！光太丑了，你把灯关，关了，关了不跟鬼一样，好黑呀、啊！Hello， 今天要更新哦。哦，今天夜幕、三生花还有那个女儿红都要更新。又是忙碌的一天。这两天快手的流量掉的好快啊，那个快手六级流量掉的好快，掉的好快。我看开学了，开学了。因为说是开学了。啊、哦。开学不是要到？现在就开学了。太多了，今天我在室外，人特别多。一起看烟花吗？他们还没有开始放烟花呢，好像是6点多开始放烟花。天好像都还没黑。嗯，天还有点亮。嗯。怎么连他们呀？嗯哼，我脱离了大部队。
脱离了部队，他们在那边放烟，放那种小的仙女棒，大的烟花还没有开始放。为什么琪琪不和他在武汉呢？如果他在杭州的话，就是方便一点。我们现在好一点。对，在杭州的话，这个活动比较就好了。放上面。对啊，然后再搞那个硬通纸或者是硫酸纸。爸爸卖一下。现在走秀里，轮流走。你们还要走秀吗？没有走秀，就是拍视频，然后拍那个烟花秀。让我们退出去，然后我们点进那个三生花的直播间吧，我们去人家的直播间。好，我们先退出去了，点进三生花的那个。好的，拜拜。拜。够了，没有了，八点半。我这个怎么点到三生花的？他们俩连的话就轮，应该是我单人吧。这你来对了。好，听我走。啊哇哇哇哇哇哇！吃元宵了吗？吃元宵了吗？可以多人连麦的，怎么连呢？我看一下。可以搜一下他们吗？搜一下他们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我的仙侠 DNA 邀请，对对，我在找那个，找一下他。要命的，我其实觉得要关了直播才能进去，怎么弄啊？你们在吉吉的聊天，在仙侠 DNA 的聊天室，你帮我拿一会儿，等一下我再过来。